雷大哥，从现在的形势来看，你一定要和花儿岩相认，否则的话，这本族谱真的就成了无字天书了。 会想办法的。好，现在就看您的了，我等您的好消息。同时，我会尽全力配合和帮助您。谢谢。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在屋里说着话，听到外边一声惨叫，出来一看，已经这样了。看伤口，凶手使用的应该是短刀。短刀？这就对了。只要你们平安无事，那就好。我很快去调查。德清，徐妈的尸体抬到警局的验尸房。 婷婷，你自己多保重，我马上去验尸。婷婷，以后你就知道爸爸对你的良苦用心了。哼！钟先生说的对，如果不能让如烟信任的话。 他根本不可能帮助我破解索普之谜。怎么才能让如烟相信我就是他当年的铁丝恩呢？现在到你房间去。 怎么了？如烟姨为什么这么严肃？说不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。你说什么？企鹅被杀了？他的尸体已经被罗兴权抬回警察局的验尸房。知道凶手是谁吗？什么？你把他给杀了？他一直在挡我的路。你呀，你呀，我怎么了吗？你有可能是闯大祸了。 闯大祸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个许妈，很可能是朝仓司令长官埋下的另一条暗线。啊？不会吧？怎么不会？他的代号叫企鹅。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我也是刚刚得到的这个讯息。这可怎么办？别急，让我们共同想想办法。 嗯，滚一边去！没看老子在忙着吗？你这么一打哈欠，把我也带困了。局座，你看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？再有一个点天就亮了。那你也得给我打起精神来，把徐妈的尸体给我看好了。她可是咱们的护身符啊！我已经派咱们的亲信去看守徐妈的尸体了，我命令他们眼睛都不能眨一下。 局座，你放心吧，啊！局座，您模仿徐妈的笔迹，真像啊！哼，老子这个局长也不是吃干饭的。今晚这件事情，你知我知，咽在肚子里，不能说出去。绝对不说，绝对不说。 这叫物尽其用，学了麻子，死了什么的，可以帮我们一把的干活。这水一浑，说不定我们可以趁此机会摸上几条鱼。嗯。
局座多谋啊！哎，对了，那眼镜蛇是谁啊？这个眼镜蛇是日本的一个高级间谍，我不知道他到底是谁。不过我敢确定，徐妈是朝仓司令长官的人。那个方希涵是中共地下党也确定无疑，他是在利用我。日本人和日本人相互咬。 我也就顺水推舟，给他来一个借尸还魂。明天一早，咱们就把徐妈的尸体送到日本司令部去。妈，为什么呀？你为什么不让我和于所哥在一起？你告诉我原因啊！我现在说不清楚，也不能给你原因。 但总而言之，你不能跟雷雨所在一起，更不能谈情说爱。如果你不告诉我不让我们在一起的理由，我一定会跟雨所哥在一起。婷婷怎么和如鸦一吵起来了？会不会是因为我和婷婷之间的事儿啊？有可能。 阿姨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？对不起，这件事我不会说。如雅阿姨，我会给您一个惊喜的。对于我来说，一切都无所谓了。 就随我进坟墓了。是他，真的是他吗？ 罗局长，你的功劳大大的。原来你早就知道他是我的人。当然，我是怕别人知道，所以没敢说。幸亏你发现了凶手，否则企鹅会死不瞑目。您确定是眼镜蛇干的？确定。我要为企鹅报仇。报告司令长官，山本求见。 报告司令长官，金梅子代理机关长和魏银杰探长前来求见。哟西，都来了。
好，我答应，答应给你做当年开锁昭庆的衣服。我希望如烟能重新接受你，那样的话，我就放心了。 实话对您说吧，我是替一个人来打听的。谁呀？当年的锁匣铁思恩。他不是早死了吗？您信吗？您不是也一直在期盼中等待吗？他如果还活着，早就该来找我了。 如果他现在来，您认为晚了吗？思恩还在人世吗？如果是别人冒充他是为了夺走锁宝，那可怎么办？但愿他还活着，哪怕让我见他一面，我立刻离开呢。 婷婷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你妈妈接受我。如果妈妈不同意我和你在一起，我就以死相逼。不行，你要是死的话，那我也不活了。那咱们私奔吧。婷婷，没事，我爸他一定会支持我。你放心吧，好吗？ 我觉得我爸爸跟你妈妈之间好像有什么秘密。秘密？不会的。你不信？嗨！嗨！ 偏偏这个时候打电话，赶紧把山本给毙了呀！嗨，我一定会以大局为重，请最高司令长官放心。嗨，嗨，高层司令长官，我。 山本的职位已经被剥夺了，金美子正式接替机关长职务。另外，一定要尽快抓住中共地下党的那只雄鹰，否则军法处置。嗯，金美子，听清楚了吗？嗨。
我一定唤起你，对我们。 你怎么这么看着我？哎，我发现我真的是越来越喜欢你了。别，我觉得我配不上你。什么配不上的？只要我金梅子乐意就行了。谢谢机关长厚爱，能配合机关长的工作。 我已经感到荣幸至极，别的就不敢多想了。你们中国有句话叫“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”，更何况咱们俩不是臭皮匠，肯定比三个臭皮匠更聪明。爸，我想让婷婷住到咱们家。 住咱们家？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？恐怕不大好吧？怎么不大好？我说不好就不好。妈，你真是不讲道理。我怎么不讲道理？你不就是因为婷婷的爸爸是罗兴全吗？是汉奸吗？他是他，他爸是他爸。 这是两码事儿，那到底是为什么？将来你会明白的，我不明白，我也不想明白。爸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明白什么了？你自私，混蛋！哎哎呀，玉锁，你快出去！哎呀，你拉我干什么？玉锁大了，你不能动不动就挥巴掌。你没听见他怎么跟我说话的？ 婷婷，你不喜欢我不要紧，你干嘛刺激我呀？哼，会让你俩好过的。继续加大力度，让他们狗咬狗，咬得两败俱伤。我会的。你们这边情况怎么样？啊，但愿今天晚上雷汉的所为没能够成功。是啊，如果二人不能相认，那么。 索不知谜，就永远无法解开了。谢谢。怎么今天这么高兴呢？如意阿姨，我想给您一个惊喜。惊喜。 akşam Hongqiao havaalanına gidelim işini karşılamaya gidelim. 是。 Thank you.
我卖所挣钱给你买的衣服，喜欢吗？喜欢。这衣服啊，只有你穿上才好看。我嫁你的时候，一定穿这件衣服。你放心，到时候啊，还有更好的。 山本竟然还有手下，山本这小子看起来人缘不错，还有人死心塌地的给他卖命。没错，我看得一清二楚。把那些德国鬼子给老子送来的10万马克准备好，他奶奶，这笔钱在老子手里还没有捂热。哼，去，让行动组给老子集合。是。 如烟阿姨，你可真漂亮啊！漂亮什么呀？都老了。我想，请您看一下东西。走。
如烟阿姨，您进去吧。我自己去。对，有人等您呢。今天晚上的闯入者，杀无赦。好。你们给老子听好了，今天是德国人和黑人袭击红口道场，德国人和黑人一出现，你们就给我开枪，哪怕是在红口道场。是。如果能够打死德国人，我重重有赏。是。Thank you.
我会让你成为真正的该死太保。各位，今天我花魁为我小女花如烟开锁招亲，无论是我的徒弟还是江湖好汉，谁能打开我特设的这三把大锁，我就把小女许配给他了。太保的枪声，这是盖世太保的枪声。这个日本小娘们，你如果放了我，我看你这么漂亮，我完全可以放你一马。我会让你陪着我，我会带你去欧洲大陆，否则的话，我会让你成为盖世太保的娱乐和消遣品。别的东西，你太不自量了！我告诉你，我们大日本帝国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，盖世太保，哼哼，的确是该死太保。既然该死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难道你不知道吗？我有外教领事特别赦免权，我有外教领事特别赦免权。安静！我有外教领事特别赦免权，让你的狗屁豁免权见鬼去吧！记住，这是山本害的你，不要把账记到我的头上。到了阴曹地府，你找他算账去。里边应该杀的差不多了，我再等一会儿。里边安静下来，我再冲进去。弟兄们，盖世太保和东洋人杀人不眨眼，我不会白白的让你去送死的。谢谢局座。
报国心。